你卖那个蜡烛是什么牌子的？怎么卖的？我说是香魂娘品牌，就这样。你能不能给我寄点过来？我说可以。然后这个是武汉的，我擦的，是这样。然后就通过微信转账，转过来，然后你给我弄两袋。每天我们要接到很多一些回头客的一些电话、微信，我们这边有现货，马上拿出来给大家尝一下。如果觉得好吃的话，你可以带点回去；如果觉得不好吃，不买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这三个阿妹前两天撞到车了，买了很多，然后我们就给他快递过去了。如果我们车上，如果你想，等一下，如果你觉得你不方便带的话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大家先想一想，如果你不方便带回去，我们车上都有快递单，等一下你填出单，然后我们明天中午快物人员去给你发货。因为现在我们有时间，如果人多的话，我们明天没有时间了。不过我们今天人比较少，所以有这个时间。不想你跑对吧？来，兄弟，顶住，坐后边，坐一块。大兄弟，坐坐吧，大哥，受不消了。等我，等我。你看那我兄弟，你看那我兄弟地陪了，你看了。哎，你看那兄弟吧，这一个吧。我等我弄完。等你弄完啊，你这一头。忍不住啊。哎，等我，等我。你们要穿条幅吗？那不你们就看到裤管出来了。好，那我咱们吃货的裤子啊，小心。秋体嫩，酥辣可口，由凤凰古城之苗家特供。
小船。做饭就怕。拜啊！哎呦，一个人过去了。
Thank you.
老师也很少。